大家好，这集为各位介绍位于台南市学甲区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。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占地20公顷，到这几年呢，有引进长颈鹿、水豚跟草泥马，这些动物之后，经过整建之后呢，里面现在跟以前比起来已经有好很多了。各位可以带着家里的小朋友还是家人来这里参观呢。虽然说门票是说很便宜啊，成人的话是要450块。如果有遇到那个特殊节日的话，应该是会有打折，可以带那个小朋友来这边看看动物啊，玩一玩啊。啊，里面的动物也蛮种类也蛮多的。开车的民众就开至西营交流道之后，往盐水学甲的方向就可以到达。如果是坐车的民众，可于西营火车站搭乘大台南公车中壢线就可以到达这里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进去里面参观一下。顽皮世界的大门口，来到这个园区里面，然后后面有一块导览板，等下依照那个导览板，各出去参观一下。我看前面就是那个金刚鹦鹉。一整排的很壮观，蛮可爱的。是台湾八哥，这蛮常见的。我看地下很多那个鸭子啊，水鸭哦，到处跑。这是这边动物园的特性啊，会跟人亲近，是它的卖点。要介绍那个斑马，因为还有分两种。右边是格利威斑马，左边是查普曼斑马。查普曼中间还有浅色的条纹。差别在这边。
就是长颈鹿区，哦，就是这边的卖点，哦，长颈鹿，哦，非常可爱，哦，小朋友也很喜欢。广文长颈鹿，哦，分布在非洲肯尼亚跟伊索比亚。长颈鹿呢，是最高的哺乳动物，哦，然后它可以在炎热的气氛中生存啊，比较耐热。因为这边是欧洲贵族马，还有迷你马，我，哦，这边还可以喂食，哦，也是相当不错，可以亲近动物。哦，白色那只比较大只的是欧洲贵族马，小只的棕色的是迷你马。里面有介绍一下那个黑脚企鹅，哦，顾名思义就是脚就是黑的嘛，所以它叫黑脚企鹅。木栅是不一样，台北是国王企鹅，哦，那个国王企鹅很明显，它就是腹部那边有个黄色羽毛啊。然后看一下那个企鹅，哦，只吃鱼啊。哦，那个出现的，哦，黑脚企鹅，哦，这只比较小只的。多龙，哦，这是那个体型最大的蜥蜴。哦，这么大只的蜥蜴真的还是很少见。白鹈鹕。我吃鱼为生，然后那个喜欢栖息湖泊跟沼泽地沿海。哦，它特征就是它嘴巴，哦，很长很大，哦，尖尖的。眼镜凯门鳄，我分布于中南美洲跟墨西哥。前面这里就是鳄鱼，然后似乎它在那边都不太动。哦，有动了，动了。哦，因为鳄鱼也是蛮慵懒的动物。我也不太喜欢活动，我终于增长了知识。
羊驼、啊，我们称为那个草泥马。哦，这羊驼也是很可爱。它为什么叫羊驼？它的头就是很像骆驼。哦，它个性非常的温和。哦，也很可爱啊，非常的疗愈。那、各位看一下那个羊驼，哦，前面的羊驼，哦，非常可爱。哇，这是疗愈，可哇伊。北美浣熊是那个杂食性的动物，它什么都吃，它体型也不大、啊，小小的，相当可爱。我是这里的卖点之一。Good。这边有个世界老鼠馆，它这边有个土拨鼠，哦，这是很可爱的鼠类啊。我刚才那个看那个土拨鼠那个，哦，羊躺在那边好像很悠哉啊，好像快挂掉的样子，哦，十分的可爱。花鹿跟南美水豚，哦，水豚菌跟梅花鹿，哦，也是这里的卖点，哦，是相当可爱的动物。猫区哦，我等下进到里面看一下，守猫区的高栏板，哦，它是分布在非洲，哦，守猫的算是一种体型比较大的猫科，不过它现在数量已经很少了，算是保育类的动物，哦，是非常可爱。
水豚，淡水区的一种动物，全世界最大的啮齿动物。相当可爱。以上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的观看。